刻，你们敢上吗？5分钟而已，就直接抢走新总统的风采，在网络上马上一片全部在肉搜他。我是叫，啊，这样说的是法律。1、2、3、4，外套脱掉，脱掉，外套脱掉。这个老师他上他的课会让你崩溃，会让你崩溃，会让你崩溃。哎，你干嘛跪下？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哇，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场合，好不适合你，你今天就先休息吧。什么态度？欢迎收看《大学生的美》。跟怡佩两个人，恭喜恭喜，谢谢拍板，他们两个默契是很好的，是的，蹦出新滋味。我是一个极需要安全感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是怡佩在我旁边的话，我会觉得还蛮有安全感，因为他其实是主持过很多这种大型的电影，所以我在他旁边是 OK 的。对嘛，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嘛，希望你们大学生了没一举得男，好不好？谢谢，得男啊，跟谁？跟谁啊？跟谁？对啊，那嘉德是也经常在大学生，是没错没错，他是老师的小弟，是我很期待他们两个的表演，因为我知道除了爱玩之外，他们是非常有内涵的两个。谢谢，从哪里看出 Kid 有内涵？你说我也就算了，他有什么内涵？我心里的话被我女儿从后面讲出来，从哪里？我看找两年我都没有找到内涵，没有，其实很里面，对不对？很有内涵，在。他的脸书上，他常常po一些非常有内涵的东西。哦，那别人写的啦，谁比啦？他脸书都po一些50多块而已。好，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很特别，你知道？是的，是的。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啊，你要马上考大家哈。一个以前呢，这个五一劳动节的由来是什么？五一劳动节，劳动员工很辛苦，对，要休息。费城他们就五一宣言，宣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劳工，大家都要1/3的工作哦，时间工作啊，1/3的休息，包括吃饭、睡觉、休息的，还要1/3的什么？哎，那还能干嘛？1/3受教育，真的假的？哇，你好有内涵哦，好有学富五车。你看那个肚子，你看那个肚子，学富五车，先不要这样，你会夹到会痛。需要受教育，受教育，对对对，教育非常重要。对，等于说这个老师要教学生，学生要来学习。是的，像我自己本人就是个老师，曾经是国中英文老师，教英文老师，对，还教了补习班，然后还同时家教，一个礼拜7天上班都没有放假，对，为了供养我的爸爸。你说你吃太多了，老师太伟大了，赚那么一点小钱，有没有？终于第一个月领到薪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请我们吃饭，一坐下来，家人一坐，那一餐刚好吃到他一个半月的薪水。但是这个英文老师好像没有把爸爸教好，对，他每次跟我玩他都输啊。我跟你要玩，我跟伟嘉的好 C 啊 C C 啊，来 C 开头的 C， 好吧 ？C 开头，来 ，cock coin cauldron conversation。没有，爸爸讲话好不好？哎，好咯，这个我喜欢。刚我们想做这段示范，是因为我们国中的英文老师跟我们玩这个，所以让我们的英文单词变很厉害。是这样子啊。所以老师要跟你们说一声谢谢你。有一年呢，这个台湾所有的高中国中生，他们做票选，是最希望谁是你的老师，就是谁哦。我竟然是第一名。其实老师，好了，算你厉害啦，还不错，还不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国外的话很正常。我们有意大利类似桃子姐一样那么大的一个咖，在意大利他开课，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大学他们特别邀请一些电视上的名人到大学开课。他们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就像那个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然后他其实就是请很多现在已经在线上的音乐人直接到学校里面教学生，因为他本来就是实战嘛，你要这样学。Boston 才是有这个学校，就是迪迪的学校。Boston 也有，但是加州也有。Boston 那个比较厉害，因为你弟弟在那里念书。Boston 有一个学校，他们会。
会找线上的音乐人，你很啰嗦。好了，今天总共来了五位很特别的老师。对啦对啦，我们直接请第一位老师出场，让大家看看，欢迎第一位老师林兰山。来，我们先看了外表之后，直接跟你们说，他的才艺厉害到连总统都指定要他。哎呦，总统，总统，你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几岁啊？我27岁，好年轻哦。而且总统都指定要他，总统要他，好吧？大家都猜猜看，他就是私人护士。不是不是啦，有没有人猜看得出来的？会不会是美姿美仪的？哎，就接见外宾好像还蛮重要的。对啊，总统或是一些心灵课程的一些老师。直接揭晓好了，跟大家说你是教什么的？我是教钢琴、跟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小提琴真妹林兰轩因为受邀活动演奏小提琴而爆红，除了拥有亮丽的外形，她还是一位极具爱心的音乐老师呢。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想找她报名音乐课了呢？他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活动，然后他去表演了，结果呢才不到5分钟而已，就直接抢走新总统的风采，然后在网络上马上一片全部在肉搜他，到底他是谁？我跟你讲哈，他是小提琴手，社运提琴女神，人家这样称呼你啊？不是，是原因有两种，有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什么？音乐很厉害。有一种是他拉小提琴来驱散群众，那个唢呐也有一样的效用啦，真是的，我们都可以驱散群众。先给他表演看看，搞不好拉很烂，有什么好介绍？要不来直接来欣赏林老师的表演，来。发自内心讲，对啊，林老师嘞，尊重一下好不好？林老师啊，老师啊，老师好，老师好。听说他5分钟就能教会人家拉，小星星，怎么可能？你要不要你挑一个看起来学的最慢的来？学最慢吗？挑最傻的嘛，最傻的最傻的，就吴仪佩好了。哎，而且是学音乐的，对，他真的会拉小提琴，但不会拉小提琴，哦，不会不会，哎，这样超棒的，因为。会钢琴学小提琴比较快，一开始是这条就是拉，然后咪在这里，然后这两条，然后先发在这里一指一指的位置，然后第一条弦按下去，
等一下哦。我们好像真的挑到太笨的。对。哎呀，感觉手指很短呢。没有。然后一样两下。然后一指头再下来。哦，下来一点。这好想上他的课哦。对。他好温柔哦。他这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一个是属于苦力型的，他是 one by one 的啦，他是没办法一对多。我们那老师要知道，来，这是小提琴，三发，自己练。你就拉，等一下我进来拉一首给我听。对对对对，他会了，他没有。对，先跟袁子固的聊天。先放开哦，第二条，好换，先不要，好一直调上，还 OK， 就这样，这个对五岁小朋友非常有用。对五岁小朋友非常有用，你就大概这样。一开始要引起大家兴趣，就是小朋友学习的兴趣，让他知道这东西没那么难。如果一开始就是哦好难哦，要学这个要好久，没有人会想学。对，我老师起一个头，但是后面还是要打稳扎稳打的基础。老师刚刚拉那一首曲子叫做什么名字？是卡农。卡农，对对对，就是在卖一些预售屋经常会的。哦，对对对对对，万平。万别墅。好了，谢谢我们林老师。谢谢，谢谢。哦，他第一个他显现出来是什么？就是耐性。对，老师要有耐心很重要。慢慢来，没关系。你不要看那个幼儿园的有吗？是 kindergarten 那个幼稚园。对对对。哎，还要讲英文。老师还要把屎把尿。哦，对啊。对啊，现在小孩上课真的要用不同的方式了。所以你看起来永远笑容可掬，有没有看到？对，但我还是会凶学生。这个像当时的老师哦，林老师最容易变成什么呀？变什么？小孩的新妈妈。什么？下次，宝贝，爸爸要跟你讲一件事。下次林老师不会来教你拉小提琴的，是新妈妈来教你拉。陈俊云教课内容超特殊，吴亦佩吓到花容失色。老师这个样子，他还是教什么？上他的课会让你崩溃，心里上他的课为什么会崩溃呢？速离开。现场，而且这位老师其实也很年轻，我们直接欢迎他，欢迎陈俊礼老师。欢迎陈俊礼老师。老师好。老师好，三弟好。你好，你好。陈老师这个样子看起来是教什么？教人家盖房子，老师。教盖房子。感觉是买基金也会有。对，教什么？我觉得教工程。工程对，就因为他感觉比较不会打扮，所以就工程系的。你是真正的还是他是厨师？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因为这个老师他上他的课会让你崩溃，心理，他叫心理，因为心理就会让你崩溃。不是不是啊，他不是走心理路线的，但是他真的上他的课，我基本上我现在已经快要崩溃了。如果他是说他是医美的医师的话，我也会崩溃。哦，就外形没有说服力，说服力。他也不像健身教练，他如果是健身教练，我才崩溃。我如果告诉你他教什么，你们才崩溃呢？啊，我们什么什么？他教的是小朋友的小提琴。不是。林老师，今天总共来五个，都是教小提琴，他要用别种方法教我拉小提琴。然后后来同学啊，他们话已经够少了，结果每一个都睡了，也那种啊。都是小提琴课。好，一起来看看他教的是什么道具，给我上来。教材。好的。道具已经来到现场了，要直接揭晓还是我们请一个聪明伶俐又可爱的高中生？这个像一个礼物箱，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是。礼物箱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像一个礼物箱，没错。上面还有一些 Tiffany 蓝。哎呦，好了，那一配来放吧，打开，就是一配吗？对对，恐怖箱，直接打开，对，直接打开。记得上他的课为什么会崩溃呢？速离开。哇哇哇哇！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小强，小强啊！蟑螂哎！
我跟你讲，不用不用害怕，他已经疯了，他已经忙起来了。我跟你讲，哎，你干嘛跪下来啊？有这么怕？我不行，跪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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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来不能来不能来，好，谢谢。哦，他太怕太怕他太怕，来来来来，老师教的是什么课？我是教蟑螂解密，真的是令人崩溃啊！陈俊莹竟然是一位蟑螂老师，喜欢蟑螂的他除了在国中开设蟑螂解密课程，还会教导学生如何遛蟑螂呢。生物科的老师啊，有时候谁需要知道蟑螂解密啊？有时候要带他们看一些生物课本以外的。我不要知道蟑螂有什么秘密。其实蟑螂，其实你们都误会蟑螂了啦。蟑螂没有误会，对啊，它就是蟑螂，因为它其实也不是天生就是带这些细菌跟病菌。蟑螂身上很多细菌，所以对你小心是对的。不过这些都是我养的，所以放心。哦，养的没有，它没有接触到一些细菌吗？对，没有接触到，因为大部分都是蟑螂的英文叫什么 ？Cockroach。那还有另外英文另外一种说法，还有别的说法，还有别的说法，蟑螂叫 Oil Brown。Oil Brown， 油布朗，油布朗，没有在美国读过书的不要跟我哈。乱讲！宪哥知道蟑螂中文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吗？什么？不是中文，中文就叫古典的名称，古典什么？古典什么什么？匪莲，匪莲，匪是流言蜚语的匪，匪类吧？莲是清廉的莲，旁边一个悔部。真的假的？对，匪莲。所以以后在家里就说啊，匪莲，有匪莲。以后我去吃海产店，叫一个水莲，他来给我一盘水莲，炒匪莲啊。有一种蟑螂叫就叫东方水莲。东方水莲。那老师，请问总共有几种蟑螂？如果台湾的话，大概70几种。70几种，全世界大概有4000多种。太恶了。是哦。对呀。老师，其实不是因为病菌的关系，女生怕就是那个触须，而且对对对，不是是鬼目。如果你有被飞过的蟑螂飞到脸上，你是这辈子都很怕。蟑螂飞的时候是因为它要产卵。对。所以是母的。老师，是母的。好，这个谣言是错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是真的吗？不要讲话好不好？陈老师，我跟你讲，哎，你告诉我那个谣言是错的。我不是乱讲，你老师是谁？乱说呢？都合作，真的吗？那为什么它会飞？对，只要是昆虫、成虫，其实都有翅膀，受到惊吓什么的。哦，可能你尖叫、开灯，它都会受到惊吓。表演一下蟑螂课程，不要表演啦！亲爱的，我们赶快撤，丢给他就好。啊，其实我们平常蟑螂，它不会动，它不会飞。我是帮学生绑好线啊！你还在你身上，我会让他就是观察蟑螂的行为。好可爱哦！我觉得可以带他出去看吗？你们两个，你不是你走开啊！你们两个一起去吧，还是？是啊。然后他离开地之后，他就会开始展开他的翅膀。哦。对啊，这边还有同学要来试试看的吗？有同学要试试看吗？啊，好，来来来，柔贞，将它展翅就会像这样。柔贞跟赵琳，不是这个，真的假的？你要干嘛？想不到同学们在陈俊莹老师的教导之下，竟然开心的在现场溜起了蟑螂。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吧？但你们没看到一旁的一佩都已经吓得花容失色了吗？但是有没有人知道啊？蟑螂其实是在地球上生活最久的生物。对啦，对，跟蟑螂比起来，我们才是新住民。大概3亿年，比恐龙还久。可是老师这样子，老师有一只躺着，有一只躺着。哎，我们观察完之后，我会把线剪掉，再放它回去。所以绑要有技巧。不，它有什么好处？它有带病菌。什么好处？除了给你拿出来吓我们以外，还有什么好处？清理家里的食物，掉到地上的屑屑，它可以把它回归大自然当中。蟑螂蚂蚁也可以达到一样的功效啊！我有戴森啊，我干嘛用它？70几种蟑螂，只有6、7种会出现在家里，其实大部分都在野外。哦，真的，而且要很干净的水，所以平常没办法养那种蟑螂，因为养不活。水还不够干净就是了。可是家里是脏的才会有蟑螂吧？没。有蟑螂，今天我就带一个，就是平常是住在土，然后土堆里面的蟑螂，啊，就是平常我们拿来当做饲料的蟑螂，它叫美达，老师，马达加斯加的蟑螂，你 ，Oh my God， 这个就，这个就比较不像蟑螂，不要，比较像是甲虫，这可爱，所以它没有翅膀，你不要生，你走开。哎，这个，哎呦喂啊，这么大只哦！哇靠，还好多只啊，躲在里面啦！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哎，这好可爱哦！有用力的，你真的会怕。它长得很特别。对，它长得很特别。这台湾有吗？这台湾没有。
马达加斯加，对呀，那个不会飞吧？会不会飞？这个不会飞，因为这是没有翅膀的。它其实就是好可怕，哎，好臭啊，有臭味。有臭味是这种，臭味是那一种。这种老师，你那你平常上课到底跟他们聊什么啊？聊，其实可以观察很多啊，像我们也会解剖蟑螂，看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一些肌肉系统，对，这些都是可以看。那你有女朋友吗？目前没有。吓死吧！陈老师，哎，将来也没有，好吗？好。女朋友，然后你看一配这么漂亮，然后突然你哎，我想追求你，后车厢拿出来全部蟑螂。可是隔天就分开了嘛，我还是遇过很多女生玩的比男生开心呢。真的吗？像刚刚我们班上这几个女生就很勇敢。但你刚说这个，我会不会有病菌或什么那些？不太会，因为他没有，他不是吃喷，所以他不太会有病菌。所以我是给他狗饲料吃的。狗饲料。狗饲料跟水。对不起，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面碰到蟑螂还是会很害怕。对。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可以立刻消灭他们，立刻消灭，然后不要让他们这样乱跑的方法。如果立即看到的话，比较环保的方式当然就用肥皂水啊，肥皂水就可以了。那还不够快，有一个最棒的立刻消灭，完全不见，真的，就是人搬家。也要很长时间吧？其实是把眼睛闭起来。太受不了，哎呦，尤其这个你看有没有看到？马达加斯加有没有？有没有？那它阴暗处，它都往阴暗处去跑，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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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试一试看看？有想上他的课吗？请举手，一二三。哎哎。哎，那个赵琳呢，觉得蛮，觉得蛮有趣的嘛。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可以啊，请问，请问，居然它那么大只啊？对。然后不是都会有人把昆虫拿来吃吗？那个马达加斯加蟑螂可不可以吃？可以。真的吗？他们当地人会吃吗？这个蟑螂也有在吃。真的假的？小时候就是一些穷苦困难，就是穷苦人家会把它的消化道去掉之后，把它当作是炸蟋蟀在吃。就是那种街边小吃。所以东南亚其实比我们这边更容易接纳这些食用昆虫。因为它其实蛋白质还有一些养分，其实都比那些牛肉跟鸡肉来得好。好吃吗？好吃吗？大部分是酥炸的，会去掉那个腥味，因为它其实没有清干净的话，它的味道其实蛮腥的。是臭臭的一种。好的好的，再一次谢谢老师，谢谢。吴宗宪感叹成语没人用，三迪立刻举一反三。你直接说吧，请问你唱歌老师教什么的？哦，我是教作文跟美劳的。以前有一个教育部长说，叫学生不要学成语，是对还是不对？不完全正确。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没有人在讲这种东西。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谁的文章？以前有一个人，《老残游记》里面的老残刘禹。你看，我们这个年代就会说，哦，是《脑残游记》。所以文学还是要学嘛。老师，欢迎柯小恩。柯小恩，早安，老师你好。哇，你好。哎呀，哇，好可爱哦。对呀，叫做小恩的都可爱呢。小小子呢？哈，我觉得他应该是宠物训练师啊。哦。不是，我们今天都是教人的啦。奇怪，这个老师，您是教？教。蟑螂拉小提琴的，搞笑啊！搞笑！谁教你的？谁要教你的？就这样，常在看我的节目。不要这样子好不好？钢管老师，你直接说吧。请问你到底是教什么的？哦，我是教作文跟美劳的。想不到外形活泼可爱的柯小恩，竟然是一位作文老师，有着独特教法的他，时常将歌词融入作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独特的作文教学吧。美劳，作文跟美劳。可是为什么这跟蔡依林还有五月天会牵扯上关系？我会用他们的歌词，然后或者是比较一些流行乐，然后来吸引学生的注意，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些修辞法，用这种方式来修辞学啊。他今天就要用你的歌来教大家写作文。对哟。OK， 好了，那就来看看喽。欢迎柯小恩老师，可以直接表演，来，上课啦。好，来这首歌呢，就是用宪哥的《欠你的温柔》，比较冷门，比较少人。对，这首歌很难得是那么。哎，老师给一个鸡。如果我不能让你跟朋友比，我抱歉。如果
有一些不如意，我抱歉。请问一下这一句，这有什么意思？这句呢，它因为句型一样，然后字数一样，所以两句放在一起呢，如果怎样怎样我怎样，如果怎样怎样我怎样，用一样的方式写法，所以它是用一种排比的修辞，照样造句啦，好好玩哦。让你的会让你的文章看起来比较规律，然后比较有那种整齐的感觉。对 ，OK， 了解。一字一句没有，他已经跳了，一字一句吞了下去，表情和心情总是背道而行。这什么意思？这句话呢，一字一句吞了下去。那我们想说字跟句怎么可能用吞的？就是它是那种虚拟的东西啊，你吞的东西也是纸，怎么可能是字跟句呢？哦，是，那样吗？就是吞了两句，就小吞了两句，真的，厉害。看到他的第一眼，让我觉得晴天霹雳，这样可以吗？就是会用一些比较特殊的语句就对了啦。对啦，人跟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面前，但是却不知道我爱你。对，像这个就是突然表白，吓我一跳。这个是不是叫排比还是什么？他那个叫做对对称，对称映衬，因为就是我们两个那么近，但是你却不爱的，不是啦。所以这个文字可能就是哦，会有一些规则就对了。问你一句话哈，好，以前有一个教育部长说，叫学生不要学成语，是对还是不对？不完全正确，但是呢，也没有他的，就是也我们也不能去否认他。哦，现代的话，我们流行的是用现在的用语去讲啊，那那也是另外一种风格，所以我们不能说不去使用，或者是特别去使用，这样是对还是错这样？可是其实如果把很多网络用语放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很怪，就是说我今天去上学，婆喝，你就会觉得哈，或者说。老师叫你写心情，功课好多，觉得幽默，这不是，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在文学里面的东西，对不对？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成语，其实成语，我觉得成语还是要用啊，成语很重要，还是要学，还是要学。而且有些女生听到宪哥讲成语，她会觉得很爽，被迷住哎，对，真的假的？还是要用啊，把赶快讲，赶快讲，一箭双雕，快点。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没有人在讲这种东西了。对，你还不是？讲了，偶尔你用一下就还不错。奇怪，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我也会啊。那这是谁的文章里面？以前有一个人叫他写了一个诗，《老残游记》里面的老残刘鹗。你看，我们这个年代就会说，哦，是《脑残游记》，懂了吧？所以文学还是要学嘛。好的，好的，好不好？当然，谢谢老师，谢谢。欢迎第四位老师苏哥哥。哟，苏哥哥。有没有看到？各位大学生了没？啊，不是小明星啊！同学们，大家好。老师好。我知道，这个苏哥哥根本不用介绍，对，太熟了嘛。对啊，有什么好介绍的？而且刚刚啊，你那上来要过来的时候，差点摔一跤。卡豆，卡豆，同学多高兴啊！对啊，先看老师的表演，直接表演了是吗？你平常是教什么？平常直接公布答案，公布啦，公布公布，这个又不吃，对不对？你这样教的是法律。教法律，对对对，那大学啊，我在大学担任法律讲师，就是示范违法的部分，是合法的，而且也有教补习班，我这个落差，法学著作很多，待会送给主持人，真的假的？来来，直接先看你表演，好，来看一下苏哥哥的表演，还要聊一下你的法律，好不好？好，来欢迎苏哥哥，耶！曾经担任过主持人、歌手还有演员的苏哥哥，既然是一位任教于大学的法律老师，喜欢表演的他会用什么方式把欢笑和知识带给大家呢？各位同学请入座，苏哥哥法律教室开课啦！一样，1 2 1 2 3 4，外套脱掉脱掉，外套脱掉，上衣脱掉脱掉，上衣脱掉，面具脱掉脱掉，对马脱掉脱掉，通通脱掉脱掉，脱脱脱脱。说到这个台湾的婚姻，每两对就有一对会离婚。哎呀，像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没有离婚的那一对。哎呀，还好。有一次我妈妈就问我爸啦，哎，老伴啊，我们结婚30年哦，你到底是喜欢我天使般的脸孔，还是喜欢我魔鬼般的身材？我爸爸看看我妈的脸孔，再看看她的身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的幽默感。
面具脱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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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脱脱。好，结果妈妈受到刺激，就去 settle settle 很漂亮。好，哎，老伴啊，你看我妆这样子哦，画的漂不漂亮？漂亮漂亮。啊，你说我这样子画的很漂亮哦，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样讲？我不是怕伤害你啊，我是怕你会伤害我，我只好这样讲。面具脱掉，脱掉，没得脱了，没得脱了，脱掉，脱掉，脱脱脱脱。好，不要怀疑，我是要来教法律的。像刚刚这个 case 就是裁判离婚的法定要件。像我的爸爸，他被我妈妈家暴，是活在暴力的阴影当中。请问？可不可以以此为理由，要跟我爸爸请求裁判离婚？请作答。哎呦，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不举圈圈是不是？举圈，举圈。好，举圈圈的话，恭喜你们答对啦！依据民法1052条第三款，夫妻的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的虐待，包含身体的跟精神上的，是可以请求裁判离婚。下课，谢谢。是的，是的，有没有看到？他刚刚就是用一个舞蹈音乐，然后实力的说明是哦，然后同学他可能看得眼花缭乱。我们好难得荧幕上有这么大面积的肉色，相当的不舒服。法律跟综艺做结合，很多学生都跑来抢修。是是是，教学本来就应该跟综艺做结合。教书一定有引起很多的议论纷纷。对对对对，会不会大家一定？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台湾真的有这么开放的学校吗？可以偷偷跟我们讲一下是哪一个大学？班上只有他一个老师，而且没有学生。我上课很有趣，后来我就被解聘，因为那个老师去投诉，把学生都抢过来，而且上课干扰到别人。可是我有个疑问是说，那你上完这一题之后，你下一题要怎么弄？再穿回去？还有啊，我还有很多的消化，穿一连串的，一连串，还有实际上还有很多套啦。我预计2017年再推出第二套。我认识他好几年，我就看了5-6套了。不过你出来哦，让我们真正看到一件事。什么事？原来还有比蟑螂更可怕的东西，就是人体蟑螂。陈老师，你的蟑螂还不错。觉得苏哥哥这样的教课方式你喜欢的，请举牌。哦，只有柔针。柔针觉得怎么样？因为很容易被砸到，因为刚刚老师被砸了两砸我这边。谢谢苏哥哥，谢谢谢谢。谢谢第5位老师邱达能，欢迎老师。哦，老师好。哇塞，邱老师好。你好，老师好。来，各位朋友大家好。哎，老师教的是什么样的法律的书法？对，书法，书法。给你一个小提示，上他的课要有必死的决心，画大题的。来，哦，他看起来很严肃哎，我觉得。来，老师你直接来公布。躺着让同学忽视你，邱达能教科内容超诡异。用两个台子，教室里面男生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帮男生做，女生帮女生做，让同学们帮你洗澡。啊！每一个人都要扮演。那个感觉在线上，就是不会讲了，就是有一种灵异，就是灵异的感觉。我在学校教的是。哦。直接来公布了啊，蛮接近的。我在学校教的是生死学，就是殡葬的一个专业课题。生死学的老师邱达能，竟然是台湾唯一教授殡葬专业课程的老师，培养了许多礼仪师的邱老师，是如何向学生们传授生死学的相关课程呢？有这个课哦，殡葬专业课，有一个生命关怀事业科，对对，目前是全国大专院校里面唯一的殡葬专业科系，我们就培养这些国家的礼仪师。宪哥，我没有骗你，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他肯定是教那个，可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哦哦，你觉得就是你本来就有感觉，他有那个感觉在身上，就是我讲哎，就是有一种淡定，就是灵异的感觉。对他走出来，我也看后面跟了2-3个。哦哟，没有，不用担心，待会你回去我送你2个。要办账好不好？先给你们看一下，等一下问题就很多了。好，直接来问。咱们先看看这一段这上课的影片来。
基本上我们躺过，我躺过。我们而且我们以前在拍片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等于说是有一个人要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真的到那个棺材店啊，然后他就是拿出他们的那个镇店之宝的那个很大很大的棺材，打开的时候，然后我就躺进去。你当躺进去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就会觉得。好像真的要开始跟这个世界分开了，所以人家说不见棺材不掉泪是真的哎。然后就那时候黄河心不死，真的会，你就會突然想起很多以前到你家做的事情，哎，好恐怖哦！现在想到都觉得好恐怖，真的。人世间是有灵魂的，对不对？是的。有没有鬼魂？你觉得有就有。神鬼之说好像永远都是扑朔迷离，是有神吗？我想从人类学的发展来说，鬼神是代表是人们一个信仰，代表是人们如何跟天人之间做一个交流。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一个小宇宙，你这身体五脏六腑调和得很好，那你身体就很健康。如果你身体小宇宙跟外在的世界大宇宙结合，就天人合一，你看舒服吧？其实就是灵魂体的兴盛嘛。是，天人合一我们是没有过，但曾经有。从这个宪哥的身材，我们看到您这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厉害！所以我是成果吗？也算，而且是优秀的成果。大家好，我是成果。来，有没有关于这个灵魂学？他这个不是老师？那你们教学的时候会是真的是会有看大体或什么吗？我们在课程上课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扮演遗体，扮演师。那不能。现在我们在殡葬服务，我们大概会涉及到三个很重要课题，这个在课堂上才学得到的。是啊，第一个。尸体的处理，就怎么样把尸体做一个最好的处理。对。第二个，如何来协助家属满足他的需求？这很重要。就是解决活人的问题。对对。第三个就是死后世界，我们灵魂鬼神的问题，如何来做安住？从事礼仪服务工作，我每天在服务死亡。对。死亡是什么感受？所以。我们就会在学校里面，我们有死亡体验教室，怎么扮演尸体？我们有类似我们帮尸体整尸，就洗窗化炼这个工作台。对，我们有两个台子，教室里面男生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帮男生做，女生帮女生做，让同学们帮你洗澡。哦，我们有温水，我们有全套的帮你洗澡。躺在那边的人是不能动哎，他就不能动。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痒之类。会不会有像比较有灵异体质的学生，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八字不够重？对，基本上还好，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模拟教学。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扮演尸体，是，那你就躺在那儿，让其他同学帮你洗，洗完澡帮你换衣服，换一套寿衣。衣服换好又再给你抬在棺材里面，全按照全套的入殓的流程就要去学，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会痒，对，有人就故意会搔痒动一下哈，那我们在老师在旁边呢，你哪里有听过有看过遗体会动脸？如果这个出现的时候那怎么办？更何况就是说在做好以后我们有化妆，那也曾经有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对，我们一个学生很认真、很投入，在帮这个尸体在化妆，是，他躺在那画的漂亮的，就在画着画着，就他的手伸出来拉了他衣服，然后拍拍手，那个化妆同学突然就意识到，他好像怎么会有一个人躺在那，他这个那个画板一丢，哇的一声就往教室外面叫，惨叫，结果回去以后就找了我们那个老师帮他做一些辅导。你们这个行业看过这么多的遗体，你们会不会对死亡麻痹？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一定是从第一个你个人的体验开始。同学帮我清洗尸体，帮我换了衣服，帮我抬到棺材里面，我就感觉怎么舒服怎么不舒服，怎么舒服就是改天我在执行我业务的时候就让人家舒服啊。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这叫感同身受，是，对，真的哎。哎呦，你怎么？我突然转过来，好像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旅游，是，老婆死了，客死异乡，现场就有这个葬仪社的哈，说这个老婆如果就地埋葬，只要台币10000块，可是如果运回台湾的话，要台币300000，差那么多，你要选哪一个？他就说那要运回台湾埋葬。
他说为什么要差30倍？那因为说哈，这个我如果老婆埋在耶路撒冷哦，他如果像耶稣一样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晚了。哦，对，这是笑话。不会啊，不会，很好啊，因为中国人安土重迁嘛，他觉得这个树高千丈，是落叶归根。是的。里面有一句话讲得真好，是视病人为家人，还有另外一个行业视客人为情人。你看，这都是很这是什么行业？你就一定要这样子吗？卖情人果的，对，客人来买，哎呀，你要不要来？因为你是我情人，卖情人果，这很重要嘛，大家宾至如归嘛，大家服务业啦。再也不会感觉殡葬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禁忌了吧？太好了。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教学，我们也尽可能把我们的专业跟学生能够做一个结合，让他生活在体验。我们会把这个融入在生活过程之中。比如说像也有一些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比如说是，我们都会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对。那每年庆祝结婚纪念日叫什么？叫扫墓。啊，对不对？这个不要这么见外，就对。老师说的真有道理，我感同身受。你每年扫墓，不刚好不是？刚好有一个，刚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王董。哦，王董过世了嘛？过世了。我在 FB 里面这样写，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哇。我们这个我说啊，最好的朋友过世了。啊，咱们天堂有约，是，再陪你一起抽雪茄。对对对，我几个朋友现在感动到痛哭流涕。他说你跟他相约天堂，两个一起去抽雪茄。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会去嘞？我想这个就哎，宪哥，我发现你可能我很适合，对不对？对啊，你适合爽约，对不对？像现在，我们强调是如何来塑造一个可以让人家感动的这一场丧礼。对，那很多亲手投足之间很重要的关键在这个礼仪师。所以人世间呢，短短几十年，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就是他们这种老师可以教给大家的，是不是很重要？是，对不对？面对生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为什么说人家我们是礼仪之邦？礼仪它有多重要？你说这是没什么意义，但是它却蕴含了非常大的意义。对。对，而且很有感觉。再次谢谢邱老师，谢谢邱老师。今天来的五六位这个老师啊，他们都很好玩，都蛮特别的老师。然后也希望我们同学能够喜欢老师。但是刚刚讲的那一个真心话，老师如果没有办法让学生喜欢，那是你的罪过。对，这五个多可爱，对不对？是啊，谢谢老师，太可爱了嘛，是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学生要记得，老师没有办法教你如何思考，他只能教你思考的方法。所以呢，要自己懂得去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路来。祝福所有的学生。哎，等，干嘛？爸爸，等一下还有事，我要先离开，好吧？反正因为我要去看大学生。啊，不要离开，11点就有大学生。谢谢老师，谢谢小明，大家下次再见啦。支持大学生。对，我们11点。可以啊，建议一下，人家牛奶打下了基础那么好，你们两个在上面这锦上添花，而且祖上有屁音，哎，就是我在上面，我10点，你们11点，你怕个屁啊！好好加油，这个应该要全力以赴，真的。而且目前大学生这个年龄层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你。啊，你要讲，这个时候你要讲我。我相信一定可以给这个节目带来全新的一面。好，我们也希望看到你们更好的成绩，咱们就一起努力。对，我在您上面，你在我下面，互相顶一下。如果宪哥你小大的那个收视率再做高一点，这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没问题。已经是最高了，已经最高了，好，没有办法，再冲一下，再冲一下，再冲。好，加油！好，大学生了没？耶！